来看看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乐器。这个、刘念呢，可是有一个这个外号，叫做民间卡祖笛推广大使。现在他已经手上拿的就是卡祖笛。哎呦，你还买了个大的，你现在有个大的卡祖笛在这儿。哎，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这好学吗？这个卡祖笛？我觉得应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乐器之一吧，就还蛮容易的，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蛮能哄人的。那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们给现场的各位弟弟们，我要问一下，刘念肯定说非常容易，但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，杜凯？对，非常能唬人，因为刘念学的第一个乐器就是这个，非常能唬人。他们俩都异口同声说，但他们说觉得难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让 Miss 的两位带着现场的各位弟弟们一起学习一下卡祖笛，看看有多容易能够快速学会。来吗 ？OK 吗？学一个行吗？现场教学交给他们。能行吗 ？INTO1 的各位小伙们，哎，有人已经，我感觉他们已经会了。他们好像已经会了。这样子吧，学习我们找一首歌好不好？好，找一首歌。既然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们就找一首喜庆的《好运来》。这音响配合的多好，《好运来》那个好，就这个，是吧？可以吧？哎，你看我唱跑调了，他们都觉得没问题。刘远和杜凯，你们两位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吹奏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小技巧？好的，其实吹这个卡祖笛就是一般。人会拿着它就开始往里面吹气，但它其实不是吹气，就是你含着它，你用嘟嘟嘟的声音去唱歌就可以了。就把所有的歌词换成嘟嘟嘟嘟嘟嘟。我们先让 Mr. and Miss 来给我们先演示一下《好运来》。哇，这边发出了很大的震惊声，哇哦！哇哦！很容易的，你们。就是这意思，很厉害，可以呀、很厉害。没事没事，正反都还行呢。对对对，刚刚是反着出，大一点的口是正的。对，那我们一起吧，我们INTO1一起来怎么样？行，也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来大家一起啊！我们起个调吧，好，起个调，起个调，这么专业，起个调，好。那我们听老师的好不好？老师起个调行吗？起个你们好唱好吹的调。得，没有一个人是统一的调。这是杂起，这个。没事啊，就是各个音阶都有音乐，不是也挺好听的吗？对吧？那也是一种音乐形式。OK， 可以吗？我们一起好。我们要不您来喊？哎，对，要不这样，我们集体往前一步，因为这还有一个麦克风。我们一起来往前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舞台齐奏，好运来。我来喊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来，三二一。但吹出来这舞台更是欢乐的，谢谢，真棒，开心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把好运来送给所有人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